层是武当奇门兵器中软兵器的一种。浮尘起源于秦汉时期，有清净本心、福气成缘之意。浮尘是云游途中随身携带的装备，最早呢是用来驱赶蚊虫、清扫灰尘。出门在外，难免会遇到一些猛兽、毒虫、流寇、盗匪。为防身自保，又起杀伐之心，武当弟子们总结了一套以进攻退敌为主旨的攻法。太乙浮尘包含武当剑、刀、鞭、镖等剑法，演练起来行云流水、刚柔并。